带了很宽一步，爱了很宽一寸，人生自然活得很快乐。大家好，我是克兰，欢迎大家来到克兰的初心者学堂第一个系列克兰童话。克兰是来自冥王星的天蝎座，天蝎座的性格克兰就不说了。记得唐老师有一句话说得真好，在这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得罪天蝎座，得罪天蝎座或被天蝎座讨厌的人一生都别想翻身。不过天蝎座又特别善忘，转眼就会忘记谁是他的仇家，然后某天和仇家一起排排坐吃果果，不约而同的染上怪病还下了地狱。所以天蝎座最好准备一本死亡笔记，把仇家的名字记下，绝对不会错，搞不好还会有意外惊喜。克兰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大家庭，阿公阿嬷都很疼爱克兰。不过在克兰有印象的时候，阿公已经走了，阿嬷也在十多年前离开。小时候克兰是在河边长大，路前有棵大芒果树，喜欢就可以摘来吃。屋后则有阿达屋，是父亲的工作室，再往后一点点就是阿公留下的养猪场。克兰有印象时，那里已经是杂草丛生变成废墟。听克兰妈妈说过，克兰还是襁褓中的婴儿时，阿公便带克兰去养猪场看三神猪。可能三神猪受到了惊吓，阿公也双手一松，克兰便从阿公怀抱中跌了下来。听说克兰的头部肿成了摩天楼，不过克兰也因此打通了任督二脉，不止学会龟派气功，精神病更是百倍增长。所以克兰的童年是很天真活泼，快乐不知时日过。克兰姐姐在眼前被巴士带去天国时，克兰也只会傻乎乎躺在妈妈怀抱中。克兰被姐姐的印象永远停留在那一张发黄的老照片，都是逝去的如烟往事。说回克兰的老家，那可是非一般的家。屋子的右边是河，从北往下溪流，河面上都是满满浮莲，喜不自胜。屋子的左边还有一个偌大的沼泽，沼泽里可是有许多肥美可口的螃蟹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，此沼泽非彼沼泽，有些沼泽抽干了也只是一堆屎，看不见螃蟹，也看不见鬼。沼泽的水流是沿河西去，可是西处阳光无故人，两三公里之外就是汪洋大海。太阳西下时，天空只会变得金光闪闪。克兰从小在河边长大，可是克兰从来不会游泳。父亲会游泳，叔叔会游泳，姑姑也会游泳，感觉上身边每个人都会游泳，就只有克兰傻乎乎什么都不会。小时候家人从不允许克兰游泳，克兰到今天还是旱鸭子。反正世界末日，马尔代夫入城，大家也会随同克兰参观龙王庙。家人不给下水的理由很简单，就是水里有鬼会把你拉走，再把你吃掉，你就变成水鬼，之后你再拉人，再找替死鬼，对方变成水鬼又再找替死鋼，就像 Batman 生生不息。如果这世上有鬼的话，秦始皇一定大发雷霆，派天兵天将拿回他的中原大陆，之后再统一世界，征服宇宙。这个世界无奇不有，说谎久了谁都信。这就是为什么老人家总是希望吓唬那些小孩，水里有鬼，水里有鬼，为什么不说水里有宝藏，好让小孩有远大抱负和梦想。因为阿公阿嬷那个年代 One Piece 还没有诞生，尾田大大也还在牙牙学语，不然克兰已经成为了海贼王。那么水里有鬼吗？这就是一门非常科学又夹带玄学的研究。克兰不是科学家，也不是道士，不过克兰可以告诉你，七五海下水，七个人都能生还。七五海是谁？想知道答案，就把 One Piece 从第一话看到第一千话，答案就呼之欲出。今天就说到这里，想听什么废话，都欢迎你留言告诉克兰。记得订阅三龟 Family， 下期再见。